嘿、hey, 你在看什么书？数学。这是数学课本吗？嗯。很厚啊。是啊，数学不简单。对呀、啊、我也觉得很难学。还可以，可是要做很多作业。你呢？你现在在做什么作业？英语。喜欢吗？喜欢，学英语很有意思。嗯，我也喜欢。